我想问今年中信兄弟会不会得冠军？有三个人在讲局，我觉得跟去年应该差不多，在于他的教练应该有比较严格的想要督促这个队伍。哦呦，等一下，这是护国神仙的，护国神仙有看新闻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得力的助手，就他是劳碌命。有，这个会长好，有这样的一个秘书长是他的福气。他一定是哇这个联盟的 NBA 好，谁会是东区冠军，谁会是西区冠军？是，我觉得篮网的相机率又比他高，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伯仲之间很难分呢。你像他抽的牌哈，不管你抽什么牌，样都不好的。是。哎呀，我再抽一张，望今年的状态。哇，可以耶！对嘛，我抽了也好的。权杖六。